文秀来这个球拍，麻烦你亲自献给丁玲姐，请丁玲姐签名。 太温馨了。因为我看到他的衣服，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叮当，是我的之前的球迷。因为他刚刚见面有跟我说，他说他这个球拍是在他苏州看完我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买的，一直等到今天。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所以我刚刚拥抱了他一下。文秀有什么话要献给丁玲姐吗？就是。 喜欢丁玲姐姐已经很多年了，超过10年了吧。然后2年前她退役，就觉得很可惜，因为一直没有办法去现场看她比赛。对，然后我觉得虽然她有很多的成绩或者是荣誉，但是她真的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对，然后她的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就是感染了很多的球迷，也包括我这样子。对，所以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就是追星成功。 两位要不要合照一下？合照一下，已经合照了啊！来来来，我帮你们合照，来来来来，在哪个角度？你们哪个角度好？好，来来来，1、2、3，好，1、2、3，好。丁姐跟我们分享一下交流的感想。我觉得特别开心，因为。 像我前2天有讲到，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然后我觉得包括这2天整个我们去参观到的一些地方，包括今天也是来到了这个政治大学，然后我觉得今天尤其是在下午这个用体育交流的这个部分啊，然后我觉得感受到很多，我觉得首先感受到他们是对于体育的这种热情，然后我觉得也是有他们心中的这种热爱在，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于我来说是特别能够打动我，也是我们可能说作为运动员。 最看重的一点就是，首先你要热爱这项运动。然后我觉得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也很可爱。刚刚有一个同学就说，今天因为跟我打太紧张了。然后我说没有关系，其实只要你继续努力训练，你肯定会可以提高的。然后我觉得刚刚的这种互动也让我们双方对于这个体育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我相信他们也会很有收获。嗯，在台湾碰到你的粉丝会不会很讶异？ 我觉得我并不觉得很讶异，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有非常多的粉丝，他们对于我的支持。刚刚我的那个球迷他讲到说，可能是我对他的支持或者帮助更多，但是实质上其实这么多年我一路走过来，也是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我才能够不断的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成功不可能是一个人，而是需要通过很多人大家共同去努力，共同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去。 奋斗才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会去拥抱他？因为我觉得我也很感谢他。对。那刚才有说这个国手最重要的心理素质是怎么样的？嗯，其实我觉得每次谈到这个抗压性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想说他是不是天生的？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是天生的，其实是日积月累、千锤百炼。可能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往往比胜利更多，但是我们会在失败当中不断的去总结，然后慢慢练就自己这样的一种这种抗压的能力。嗯，他刚才也不藏私，就是把自己的相关技巧，就是跟台湾选手分享，对对，是这部分就是。 想说可以跟台湾选手可以交流，是说刚刚的技术吗？ 对，我觉得其实刚刚有看到可能他们在技术上面的一些调整，然后我也很好的去跟他们交流，而且我觉得他们去感受的时候也很快。其实刚刚大家也有看到我在说出可能你这里可以调整一下，会做得更好，然后他们马上就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很好。对，还有很多的提升空间，也希望他们未来有机会来到大陆，然后我们再继续做这样的交流。好，谢谢大家，谢谢辛苦了，辛苦了。